最近王一博《东方家人 Mary Claire》六月刊封面大片发布，黑白色调的封面大片，王一博解锁面纱造型令人惊艳，真空吸睁造型性感撩人，直视镜头的冷峻眼神酷劲十足。连夜中，王一博还驾驭了多套造型，彩色混搭的时装演绎出百变的时尚魅力。这次造型师在他的身上加添了太多的奇思妙想，还把女性化的面纱也用在了他的身上，好酷美，眼神还是那么的犀利。这次的化妆更加采用了戏剧化的妆容，尤其是眉毛的化妆，浓眉之形，前额修剪成方平，发型头顶上也有了宽度，有点复古的造型，相当的硬朗和帅气。网纱的佩戴却加上了柔美度，尤其是网纱上的蝴蝶装饰，带来了视觉冲击的美感。一件一看就很上乘的面料，来自迪奥2020秋季的男装系列，阔肩的风格也是近年的流行。一改前几年的合身、收腰和修肩的裁剪，这样一件宽阔的西装，它衬出了一个男子汉的酷劲儿和帅气。